今天啊，给老铁们做一个油炸小虫虫。起锅，烧水，水开后放入竹虫焯水。等竹虫变得又长又硬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出锅了啊！来，已经变长变硬了啊，咱们就出锅。放凉后啊，咱们拿一点，能吃多少咱们拿多少，别浪费啊！起锅，烧油，咱们放入竹虫啊，咱们小火慢炸，防止里面的蛋白质被高温的油啊把它炸爆了，知道吧？炸至有一点微黄色的时候，咱们就开始放入蒜、姜丝啊，这是姜丝，后再放入蒜丝，炸至金黄，咱们放入青椒丝啊，也是小火慢炸，准备出锅，出锅喽，家人们。出锅后啊，咱们撒上秘密佐料。然后拿来几颗青花椒啊，用刀压一下，放到里面，开始搅拌。家人们啊，咱们的油炸竹虫已经制作完成，咱们尝一下。嗯，特别好吃啊，特别香啊！喜欢农村美食的朋友，给小磊点亮一下小红心，加个关注吧，谢谢你们了。